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继续我们的 Skibby 防御啦。我们今天呢，这一集哦，要来这个体验一下这个 DJ Woman 啊，这个家伙呢，他是一个增加 buff 的单位哦。那老头呢，有尝试过了，还蛮强的啊。我用在别的单位身上呢，他会增加一些射程啊，然后增加伤害，以及就是升级费用减 30% 哦，非常的强悍就是了。好，我们待会就要来做一下测试哈。我们这一次的测试呢，老头是打算呢要来测三只泰坦的威力啊，也就是我们的电视泰坦啊，以及就是我们的喇叭泰坦，还有我们的升级版泰坦。好，这个旧版泰坦就不要理他了，好不好？我们就看三只就好了啊，之后有机会啦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好不好？那我想一下这个摆的顺序要怎么摆哈。对了，顺便跟各位讲之前老头呢无聊就是去升了他的这个折扣，所以他这个折扣呢，升级折扣还有再打个 10% 所以严格来讲，如果他碰上了DJ 女孩的话呢，应该是会扣 40%， 会扣更多的升级费用。老头那时候因为那个什么 25% 折扣的那个活动嘛，老头就无聊去买他的折扣来测试看看。结果其实我觉得扣蛮多的还蛮好用的。好啦，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怎么摆比较好哦。不然这样好啦，我们这一只也放上来好了。这只初始的话，它的这个伤害也不错。它这个初始的伤害也蛮稳的。然后再配一下我们的喇叭电视，然后再来这个这样子应该 OK 吧。我们优先把这一只这一只这个喇叭泰坦呢先给它造出来这样子我们才会有伤害应该打得过吧，我不知道，这样打看看。好啦，各位，由于刚刚使用工程师呢，老头觉得太难了打不太过，所以呢我们还是用原本的狙击吧我们用这个狙击来打应该会比较稳一点然后赶快把我们的这个喇叭泰坦给弄出来我们就可以间接来看一下他的伤害受过那个DJ 女孩的那个 buff 的伤害看会是如何不过我们要先稍微守住一下前面不然的话呢会很辛苦会很辛苦DJ 女孩出来你看一开始这样子升一阶头戴上了耳机，再升一阶手上拿的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是刀片吗然后16000的话升第四阶你看我这边已经产生了 buff 有没有？加 8% 的伤害，加 10% 的速度，加 19% 的范围有变得更广吗？感觉有这是 buff 前 buff 后这还有显示 buff 前 buff 后。等一下，我先把它升上去，不然危险了，不能再看了，再看来不及了，赶紧升上去就对了现在的价格应该相对的便宜我是不是可以先升这个？还是先比较好了，放上去折扣 20% 原本是450变360看好便宜2000多块就可以升上去了，这样子超便宜的，有没有？这边都有写能力各种折扣超爽的。我们赶快存个25000好了，把这个给升上去，把这个给升上去还差一点钱，还差一点钱。来了来了来了，25000了，先放。有没有看到28125？原本是多少没有写原本是多少，他这边不会给你显示，但是这边可以看升级前那个升级前跟升级后变成476的伤害，原本是425这完全大幅提升。可是这后面这个点五可以不要吗？看起来有点，眼睛看起来有点花没关系，我们赶快把这个 DJ 女孩升满我们先把 DJ 女孩升满，她需要多少？35675是吧？撑着点，撑着点。有了，升满了，升满了。现在折扣变多少？刚刚是28000是不是？现在变26000了。怎么好像为什么不攻击她有在攻击是不是？完了，我觉得我要挂了呢。
我觉得我要挂了呢。好，要输了，谢谢大家。看来无法共存嘛，不然这样了好不好？电视机放这里，有的救吗？笑死 ！OK， 接下来呢，看能不能存个八万啊？先买这个电视啊，不然买刚刚的那个喇叭泰坦根本打不过啊！我们现在存得了八万吗？有没有办法？我们这么的硬，现在才快三万而已呢。等一下来那个很硬的，我就打不赢了。完了完了，来这个我打不赢了。哎，有他把他解决掉。我们先不要，我们先不要跳过，再跳过就打不赢了。快点，快点，快点，快快！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放放放放放！有了，造死他！哇！哎，你这个家伙会不会太不厚道了啊？啊，这个一定要先杀了，这个不杀不行。好了，解决了。好了，心愿已了，应该是没有其他突破进来的吧？啊，我们再来补一下，我们再补一下，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DJ 给升满 ，Max， 你看有没有？我们的电视泰坦升一级12万啊，原本是多少不知道，反正呢，我觉得变很少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电视的威力，哦，看直接照一下就死，过不来，过不来了，啊，先来升一下12万是吧？啊，升上去，啊，升上去14万，你看伤害加12%、14%的速度，30%的范围，哇，你看30%范围已经这样子呢，好夸张哦！再给它升上去，啊，再更广了，更广了，这个范围更夸张了，有没有？哇，超夸张的，已经快要到对面了，有没有？然后升四星要28万呐、啊，哎，升四星要28万呐、啊，啊，伤害原本是152啊，我看一下原本多少，原本是135啊，哎，然后呢，提升变成152啊，范围呢，范围原本是100变130呐、啊，超可怕的、啊，有没有？就直接加30%范围啊，来升上去。啊，然后最后阶段呢是 15.5 45万5千啊，45万5千，然后我现在发现原来 DJ 升满之后后面有两个喇叭在环绕着，有没有？有没有？有两个喇叭在环绕着，这样子超好笑的。来升上去最高阶段，看一下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已经到对面了，你看超扯，有没有看到？比扯铃还扯啊，所以说严格来讲，其实我们要放这边，这样可以射，这边可以射更远，有没有？然后你看到现在的伤害有没有？原本没有加的伤害呢？啊，230，哎，它被改弱了呢，原本不是8000伤害吗？怎么变2300的伤害了？它又被削弱了呢？对啊，它又被削弱了，兄弟，各位看见没？伤害变230了啦，好低哦、喔，原本是800不是吗？现在变得每秒2300，搞毛哦，笑死哎、欸！然后加 buff 上去变得259啦，啊，范围从原本的125啊变成 162.5 n 啊，超级夸张有没有？然后呢，速度原本是 0.1 秒啦，然后变成 0.08 其实就稍微快了那么一点点啦，因为那速度加 14%， 它是这样子算的啦。啊，好啦，那我们把它给弄掉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只啦，这一只虽然是蛮弱的，但是我们现在有钱可以升它。啊，它原本呢425伤害哈，然后之后呢提升变480。哦，然后下面呢一看嘛，那个范围有没有是35变成45啊？啊，然后攻击速度呢原本是 3.5 秒变成 3.04， 变成是平均3秒这样子。然后不是血量，那个升级费用呢？26000、29000、45000、87000 ，Mass 攻击力762.74，哦，这个呢1429，啊，原本是1200啊，
然后呢，马上变成1400啊，然后击退效果一样是有嘛，每一个都有提升呐、啊，每一个都有提升呐、啊。有没有？他直接击退，我觉得我还是再放，等一下再存钱。哎、欸，我可以放了，我觉得我还是放一只这个好了。哎、欸，对。然后下来了，这样有吃到吗？哇，居然没有吃到，没关系，我们现在钱很多，我们再放一只在这里。哎、欸，对，没有错啊，放下去之后呢，刚刚原本是多少钱？刚原本是多少？我们再放一次好了。刚原本是158,哎，158是不是？然后呢，这样放下来158,这样放下来多少？11万呢、欸，直接少了1-2万哦、喔，好夸张哦！啊，那攻击不用看，应该是有所提升嘛。我们升一级，升上去看看啊，原本是1120啊，变成1265，好猛哦、喔！然后这个范围也是直接提升这么远，有没有？哦，那直接把它击飞啊！我们 DJ 女郎超强的好吗？啊，126,000又可以再升一级，哇，范围更广了，这个可以直接打到对面去了，有没有看见？可以打到这里来了，夸张啊！再来个30万，30万我们就可以再升第四阶段了，范围都加超多的、啊，我的天哪、啊！升上去哦，最后一阶就是直接伤害暴增啊，最后一阶伤害直接暴增啊，超可怕的，有没有？原本是5400啊，然后之后给他 buff 上去，直接变成6100，这个范围已经到这里来，快要到这边了。我们下一个升级，我们的范围还会变成78N，哇塞！来吧，给他升上去了，只要560,000，超便宜的。哇，你看这个范围，哎呦喂，到这边呢，到这边呢，各位，超夸张的有没有？哇塞，好，把他升到最满，三泰坦登场，有没有这么帅？啊，有没有这么帅？三泰坦唯我独尊。三泰坦登场，帅炸天！哇，你看这个哦，20,000伤害变成22599，夸张！你看这个照太可怜了吧？被这个电视人照到之后，他几乎寸步难行。啊，我们这个缓速到底缓多少啊？直接100哎！我们的 G 面，可怜的 G 面。居面，又被推回去，笑死，好笑哦。OK， 终于打完了。我们这个 DJ 女人呢，她的 buff 啊，实在是太好用了。好啦，反正这就是一个测试啊，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哦。我也不知道这个 DJ 女人呢，啊，就是之后会不会啊被 nerf，因为我是觉得真的蛮强的。啊，如果被 nerf 的话，那就蛮遗憾的哈。啊，希望是不要啦，好不好？好啦，一样，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呢，记得按下喜欢、订阅跟小铃铛。喜欢数突破1000以上，老头会更努力的拍我们的 Skibby 防御，好不好？那么一样，有什么问题在影片下方留言啊，我知道的话，我就会回答你，好不好？那我们下一集呢， Skibby 防御再见了，下一集再见，拜拜。